干嘛？单俊浩，你个大笨蛋！既然决定要在一起，有问题就要一起面对。你偷偷躲起来算什么？你不要命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担心你，担心的快要疯掉了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，我却只能在新闻上得到你的消息。我不希望你跟我一起面对这些。单俊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，有多担心你。这是两码事。单俊浩是无所不能的，不会让别人担心，不会让别人同情，根本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见过单俊浩最落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那个时候你每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跟我一起送货，一起送外卖，即便如此你依然很乐观。你在乎我在乎的一切，面对我面对的问题。可是现在呢，你只知道逃避。你口口声声说不要我离开你，可是你现在的举动就是在离开我。对不起，千羽，这不是我的本意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在叶千羽的心里住着一个天使，但是叶千羽比谁都清楚，在单俊浩的心里住着一个比王子还要王子，比天使还要天使的同好。叶千羽，如果你认为刚才那段话能打动我的话，那你就成功了。